请各位起立，遵堂咏礼仪书一一答言，一一答言。今日受洗嘅眾多嘅兄弟姊妹，全世界，哇！我都個數目相當龐大。今日我哋香港咧都有2800位兄弟姊妹咧得到呢個聖洗嘅大嘅恩典。我哋祈求上主，祈求聖母幫助呢啲眾多嘅兄弟姊妹得到天主咁大嘅恩典之後咧，對天主有一種感恩嘅心啊，善導佢哋。基督徒的生活走这个永远幸福的道路。现在让我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世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灵贞圣母玛利亚，天使圣人，为你们各位兄弟姊妹，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
卷众同土，天主，你的唯一圣子今日战胜了死亡，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，我们既隆重庆祝他的复活，求你派遣圣神更新我们，复活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光明。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那时候，法多禄说：你们都知道，在约翰宣讲洗礼以后，从加利纳亚开始，在完全犹太所发生的事，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，呼了拿撒勒人耶稣，使他巡行各处，施恩行善，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。耶稣在犹太人地区及在耶路撒冷所行一切，我们都是见证人，但是他们却把耶稣悬在木架上杀死了。第三天，天主使他复活了，叫他显现出来，不是给所有百姓，而是给天主所预先拣选的见证人，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与他同食共饮的人。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，指定他就是天主所立生者与死者的判官，一切先知都为他所作证，还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答唱咏礼仪书第96页，请大家跟随领唱员的咏唱回应。并要宣扬上主的功程。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们应该为此鼓舞气氛。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，反而
而成了屋國的基石，這是像主的所作所為，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。這是神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們應該為之鼓舞氣圣保禄中途至哥罗森人书，弟兄姊妹们，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就该追求天上的事，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。你们该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该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同藏于天主内。当基督我们的生命显现时，那时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出现在光明之中。上主的话。感谢天主。复活节赞歌，请各位起立。各位基督徒，请向逾越节羔羊献上赞颂之祭。羔羊赎回了约翰，圣洁无罪的基督使罪人与天父和好。生命与死亡展开奇妙的决斗，生命的主宰死而复活，永生永王。玛利亚，请告诉我们，你在路上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永生基督的模样和他复活的光明，作证的天使、头巾和脸部。基督，我的希望已经复活，他要在你们之先到加利利下。我们知道基督确实从死者中复活，胜利的君王，求你垂怜我们。阿们，阿利路亚。福音前欢呼。祭杀作了牺牲，所以我们要欢欣庆贺主的复活。圣约翰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吉初的第一天清晨，天还黑的时候，玛利亚·马大力纳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。于是他跑去见西门·巴多禄及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：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。巴多禄便和那另一个门徒出来，到坟墓那里去，两人一起跑，
但那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，先来到了坟墓那里。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殿布，却没有进去。跟着他的西门伯多禄也来到了，进了坟墓，看见了放着的殿布，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，不同殿布放在一起，而在另一处卷着。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，一看见就相信了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。这是上主的福音。曾經聽過交響曲，我想世界上面最美妙的音樂之一一定是交響曲。十二年前，俄羅斯聖彼得堡的交響樂來香港，在尖東文化中心那裡表演。哇，這一隊樂隊，我想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厲害的一隊，佢個 member 一共有112人，通常嗰啲樂隊得60人、80人，嗰啲叫做大樂隊啦。佢112人，哇，犀利！仲有嗰啲樂器啊，單單嗰個叫做好似人咁高嗰啲大嘅樂器啊，我哋叫做低音係提琴啊，普通嘅大樂隊咧。只不過是6個，最多都是8個。佢估而家你有11個，哇！將個陣容啊，不得了！奏出嚟嗰幾首交響曲，震人心弦，好聽到不得了。而家我要咁講咧，原來耶穌基督個救贖工程咧，就係好似呢個交響曲。耶穌嘅救贖工程比交響曲仲好聽，個效果仲震撼。耶穌嘅救贖工程咧，可以話得好似嗰啲交響曲分開第一個樂章、第二個樂章、第三個樂章啊。耶穌救贖工程係一樣，三個樂章。第一個樂章咧就係救贖嘅預言。你先知啊，咁樣預言救贖嘅工程。第二咧就係咧救贖嘅實現，就係耶穌基督降生喺世界上邊生活咗33年啊。後來我哋呢幾日紀念佢死喺十字架上啊，完成咗救贖工程。呢個係第二嘅樂章。第三個樂章係咩咧？就係我哋而家啦，享受耶穌救贖工程嘅美果。聖教會勸所有的基督徒在這個復活節的期間呢，要有兩種的心情。哪兩種的心情啊？第一個就是要喜樂，喜樂。第二個心情是什麼呢？感恩。所以我們基督徒呢，不單止在這個復活期間，在我們一生，在所有的環境之中，都要保持這兩種的心情，喜樂和感恩的心情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有充足的理由。這個也是保羅中途勸我們，保羅中途說，這個是天主的聖意，你要做三樣東西。第一就是什麼呢？就是喜樂，常常喜樂。第二是什麼？
第二咧，應該呢點咧，不斷祈禱。第三係咩啊？次次感謝，哇！好啊，呢三樣嘢，我樂願所有嘅基督徒做呢三樣嘢。所以嗱，今日咧，我哋話要喜樂，要感謝啦，誒，即係保祿宗徒吩咐我哋做啊。佢話呢個係天主嘅聖意嚟噶，誒，好好嘅講啦。今日嘅讀經一係取自《宗徒大事錄》第十章，講述宗徒之長伯多祿開始復傳，開始作證。嗱，呢兩件事咧，都係主耶穌基督離開世界之前，好隆重咁樣吩咐佢嘅門徒要做嘅嘢。伯多祿講述耶穌嘅生平，尤其是佢嘅苦難、聖死、復活、升天。伯多祿有傳揚救恩嘅喜訊。即是凡奉耶穌的人，都是靠他的名字獲得救恩，這個就是伯多祿復傳作證的開始，可以說得啊。在我們慈幼會2009年是創辦，即是慈幼會創立了150周年，慈幼會到世界各地去復傳，尤其是向青少年復傳。有一個咁嘅講法，好好嘅。寓教育於復傳，寓復傳於教育，哇，好好啊！即係話教育青年嘅時候咧，復傳；復傳嘅時候咧，教育青少年，啊，好好。然後加諾撒修女，都係一樣。佢哋嚟香港150周年嘅時候啊，佢哋可以話咧係香港嘅大功臣嚟嘅。因為他們來得很早，他們的創立人聖女加諾撒講了這樣一句說話，令到我們很印象很深刻。你估他怎麼說？他說 Make Jesus known and loved. Make Jesus known 就是說使人認識耶穌 and loved 還有愛他。哇，好厲害，這就是復傳咯，好好的復傳啊。今天的聖保祿宗徒在哥林西人書那裡呢，勸信友與基督一起服務，勸他們不要追求地上的事，即是金錢啊、地位啊、權力啊、日落啊等等啊，他要追求什麼？天上的事，即是追求靈魂的神益和永生的幸福。啊！呢句説話咧，我哋都勸勉我哋所有嘅基督徒，應該要改變我哋嘅乜嘢啊？價值觀啊！唔好想咁多地上嘅事，想天上嘅事。我哋可以心為全世界呢幾日啊，歸於天主嘅兄弟姊妹，尤其是喺我哋香港2800名嘅。兄弟姊妹，喺佢哋能夠做到呢樣嘢，改變佢哋嘅價值觀，以天上嘅事放喺佢哋嘅心中，多過喺地上嘅事。但係今日嘅福音咧，嗰啲熱心嘅婦女點講啊？佢話：基督已復活了，天神啊，對呢啲熱心嘅婦女咁講啊，基督已復活了，你們無謂喺死人之中尋找活人啊！天使又提醒呢啲婦女同埋宗徒，主耶穌基督講過嘅預言咧，一定實現嘅。主耶穌講過乜嘢啊？好幾次啊，起碼3次啊，講過乜嘢啊？講過自己咧要受苦、受難、受死，但係第三日咧佢要復活。咁耶穌基督咧就實現佢所講嘅嘢，所以復活啊！是我們基督徒信仰的基礎來的。為什麼？因為耶穌講過的東西，他所許的必前，他有這樣的能力，有這樣的心願，所以我們信他，絕對這樣，信他。信他什麼呢？信他就是天主之子，
生命的主宰，他就是天主。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因为这个在关乎我们的得救，圣保禄中徒讲得很清楚，他说凡是谁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，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之中复活，他就得救。这个是保禄所讲的说话，即是说我们的信德使我们能够得救。所以各位在主内的兄弟姊妹，让我们一生保存两种的心情，就是喜乐和感恩的心情。我们教友呢有充足的理由，记得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弟子去行山，行哪个山啊？是泰山，见到有两个人在那唱歌奏乐，咁啊，孔子走去問佢，問其中一個，話點解你哋咁開心啊，咁快樂嘅？佢話：萬物之靈，我哋人都係萬物之靈。我生而為人，點解唔喜樂啊？佢覺得有道理嘅喎，佢當然講有道理。我哋咧唔單止係人啊，我哋係天主嘅仔女，天主特別愛我哋，所以我哋應該保持呢兩種嘅心情，就係喜樂。同埋對天主、對天主父、對天主子、對聖母瑪利亞表出我哋嘅感恩嘅心，因為佢哋聯合一齊拯救我哋，俾我哋能夠得到永恆嘅幸福。因父及子及聖神。请起立，我哋一齐念圣经。我信唯一的天主，全能的圣父，天地万物，无论有形无形，都是他所创造的。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，天主的独生子，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，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。他是圣父所生，而非圣父所造，与圣父同圣同体，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。他为了我们人类，并为了我们的得救，从天降下。他因圣神，又同圣玛利亚借着肉躯而成为人。他在本着比拉多执政时，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难而被埋葬。他正如圣经所载，第三日复活了。他升了天，坐在圣父的右边。他还要光荣地降落，审判生者死者。他的神国万世无疆。我信圣神，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，由圣父圣子所共分。他和圣父圣子同受恩宠，同享光荣。他曾借先知们发言，我信唯一至圣至高，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。我承认赦罪的圣世只有一个，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和永世的生命。信有好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复活的主临在我们中间。让我们在他内分享他对罪恶与死亡的胜利，并把我们心存的期望与忧虑交托于他，向他的父祈祷。请为教会的牧者们祈祷，求主恩赐他们常怀复活的喜乐，依靠着基督带领信众跨越世上邪恶势力的侵害。为此，我们同声祈祷。
黑暗，生命征服死亡。求主护佑仍在受迫害的地方教会，给予在考验中信做信心、希望与圣德，使他们能彰显以善胜恶的奥迹。为此，我同圣祈祷。祈祷复活是所有基督宗派的共同信仰，求主为各团体扫除团结共融的障碍，带领他们达至完全的收获。为此，我同声祈祷。收纳他们，使他们抵达生命的末刻时，能与主基督一样进入天主的永生，天上的永生。为此，我们同声祈祷。身信守承诺，弃绝诱惑，保持生命的纯洁，直至永远。为此，我们同声祈祷。心中意愿向天父祈求。求主常为我们心中默祷，为此我们同声祈祷。救赎的奥迹，求你常常保佑我们，带领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行走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门。喺准备礼礼嘅同时，我哋一同咏唱礼仪书第83页。Thank you.
弟姊妹，请你们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，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，也为我们和他直到世界的应许。天主，你的唯一圣子，今日战胜了死亡，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。我们既隆重庆祝他的复活，求你派遣圣神更新我们。上主，我们带着愉悦的喜乐，踊跃欢腾，献上礼品，愿你的教会藉此祭献的滋养，神妙地得以重生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。请举心向上，我们全心归向上主。请用感谢主我们的天主，这是你所当言的。主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你所当言的，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。由于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基督已完成了牺牲，今日我们更当隆重地赞美你，因为基督真是消除世罪的羔羊，他以自己的死亡消灭了我们的死亡，并以复活恢复了我们的生命。为此，普世万民洋溢着复活的喜乐，踊跃欢腾，同时天上的掌权者和大能的天使都同声歌颂你的光荣，不停地欢呼。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，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，感谢了你，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，又感谢了你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：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。信德的奥秘，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。
感謝你使我們得在你台前侍奉你，更懇求你使我們在分享基督的聖體聖血之後，因聖神合而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會，我們的教宗方濟各，我們的主教司德望以及全體教士，使他們在愛德中日趨完善。求你也垂念我們的弟兄姊妹，他們懷著復活的希望而安息，並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們享見你聖容的光輝。求你垂念我們眾人，使我們得與天主之母同精靈福瑪利亞、聖母淨佩聖約瑟、諸聖宗徒、聖若望包師哥、聖瑞斯公撒格以及歷代孝愛你的全體聖人聖女共享永生，並使我們藉著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、顯揚你。藉著基督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內一切崇敬和榮耀歸於你，全能的天主聖父及與你同體的聖神，世世無窮。啊！我們既遵從救主的訓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導，才敢說。使我們仰賴你的仁慈，永久脫免罪惡，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。想給你們，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，但看你教會的信德，並按照你的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，與你的心靈同在。請大家互祝平安。父聖潔的人是有福的，主啊，今日你我心裏，這些句話都能就主。根據天主教法典，只有已領受初領聖體的教友才可以到祭台前領受聖體聖事，其他人士包括未初領聖體的兒童，請留在座位之上，我們會為你代禱。
而同中將會安排喺第時與教友事先辦下重聚，請先辦我告解，然後先領受聖體聖事。請各位教友記得喺聖體嘅時候先除下口罩。另外，為保障衞生，如教友希望口令聖體，請先讓手令聖體者領完聖體後，再到祭台前。呢度聖體聖血。多謝合作。基督聖體聖血，基督聖體聖血，基督聖體聖血，基督聖體聖血。聖體聖血。聖主榮，讓我們一同聖體聖血。禮儀書第一一二，一一二。基督聖體聖血。聖體聖血。
主后经，请各位起立。尊重同袍，天主，请不断眷顾你的教会，使教会藉着如月的奥迹获得更新，而达到复活的光荣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灵撒礼成。感谢天主。请各位请坐，以下有圣言报告。黄区报告总共有四项，第一项，今日耶稣复活主日，下午六点零三钟会为八位婴儿举行洗礼，请大家为准备领受重生圣事的兄弟姊妹祈祷。第二项，感谢大家支持四旬期运动，请你交回爱德捐献盒。捐献福的教友于下主日四月七日前交给堂区办事处。第三项，堂区有五个成人舞蹈班，继续招募新学员，邀请各位教友一同努力复传分享信仰，介绍有意认识主耶稣的朋友前来参加舞蹈班。最后一项，新一季四月至六月的英文圣言默想小册呢並未，仍有少量存貨，歡迎教友到堂區辦事處購買。每天勤讀聖言、祈禱、滋養信仰生活。報告完畢，請各位起立。禮成詠，小冊子第一一零頁，一一零頁。